好，在26题这一边，它有 A 是这个，B 是这个，C 是这一个。我们知道 A 是 linear，B 是 linear，C 是 non-linear。So 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，我们的这个 linear，linear，non-linear，我们一定要用那个两个 linear 的合成第一个 equation，所以 4A 等于 4B，我们一定要拿。然后接着 4A 等于 C 或 4B 等于 C 都可以拿，但是我会拿 4B 等于 C，因为看起来比较容易。所以我在这边 4A 等于 4B 的时候，OK，这边来到的这一题的第一个技巧，能够让你的人生少走很多弯路，那就是两个都是4嘛，我也减变成 A 等于 B，所以我的 3x 减7等于 x 加 2y，OK。OK，so 如果有一些学生呢，可能就直接 A 放进去，B 放进去，然后4乘进去，然后把它变得很大，然后过后再页减，甚至是没有页减。但是当我直接整个4都页减掉的时候，再来比，这样就容易很多了。好，所以在这一边我就有 2x 等于 2y 加 7，所以我在这一边我把我的这一个 x 搬过来变成减 x。然后，所以我就可以拿到我的这一个 x 呢，等于 2y 加7除 2，这个是我 equation one。接着我用 4b 等于 c，啊，4b 等于 c 的时候，它就4，然后 x 加 2y 等于 2x 加 y square 减 4，OK。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 4x 加 8y 等于 2x 加 y square 减4，所以有 y square 减 2x 减 8y 减4等于零。So 我在这边这个搬过来，y square 2减4就减 2x 减 8y 减4等于零，这个变成 equation 2。哇，这个题目其实它设计到很漂亮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把我的 x 放进去的时候，它可以直接把分数弄不见。所以在这一边，我 sub e into 2的时候，我就由 y square 减2括弧 2y 加7 per 2减 8y 减4为零，我要这2跟2越减，所以它就变成了 y square 减 2y 减7减 8y 减4等于零，然后接着我就由 y square 减 10y 减11等于零。然后接着我就可以开括弧，等于零，so y 1 11 11减11加1，所以 y 等于减一，y 等于11，然后 sub y 等于减一 into equation one，sub y 等于11 into equation one，我的 x 等于2乘减一加7除2，所以它变成5和2，然后2乘11加7除2。所以它是29和2，所以我的 x 等于5和2，y 等于减一，然后 x 等于29和2，y 等于11，so x 等于5和2，y 等于减一，然后 x 等于29和2，y 等于11，好，就是这样。